哦，这个叫懒锅，那个叫锅啊，看起来两个锅子长得的同一个爸生的，你为什么懒就比较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爸帮我取的。大陆人是亲爸爸，亲爸爸把他做出来之后呢，来台湾认干爸爸，干爸爸说你是什么牌就是什么牌，炸 K A 哦，啊，德国设计，台湾制造，明明就是。习近平设计，大陆制造。最近网络上面铺天盖地都是那个锅子，我想到勾二拼仙跟乌鸦，拼仙好像也有卖那只锅子。现在网络上 FB 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卖锅子，2000多块，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？这个是100%大陆锅子。好笑的是这只锅子超好笑，我跟大家讲，跟那个什么的冲冲衣啊呀一样。哎，怎么这家也在卖，这家也在卖锅子哦？啊，怎么都长得一样？啊，奇怪，怎么名字叫不一样？哦，这个叫懒锅，那个叫锅啊，看起来两个锅子长得的同一个爸生的，你为什么懒就比较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爸帮我取的。哦，台湾人大陆人是亲爸爸，亲爸爸把他做出来之后呢，来台湾认干爸爸，干爸爸说你是什么牌就是什么牌。那个锅子啊，什么可以当汤锅可以炒啊？什么一锅六一锅底六锅啊？哦，那个东西满个又是一样的方式。什么网路铺天盖地，居然超多人的，一大堆人在帮他广告，看得有够烦。我也好奇嘛，我就去问厂商嘛。我说，哎，台湾可不可以做得出来？以后台湾没这个鬼东西啦，以后那个东西都是大陆的啦。不过我们怎么说？他说台湾就是没有，台湾就是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很多直播主在那边做皮什么德国设计台湾制造炸 K A 哦啊，德国设计台湾制造，明明就是习近平设计大陆制造，明明就是来这边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们 Made in Taiwan。我的，你知道 Made in 台湾会瓦派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